真欢喜可以当甲大家来开讲吼。啊，最近台湾啊真闹热吼，咱看到最近这个李应元吼，古早是伫美国的这个台独联盟吼，这个重要人物，后尾啊转去嘛是哦，安尼做甲真济代志吼。啊，官位我袂晓一直讲落去啦吼。啊，另外迄阵伊一个好朋友郭培宏。北卡，迄阵啊，北卡学生运动的在轰轰烈烈的代志吼，到尾啊，北洪登去嘛是轰轰烈烈吼，啊，虽然到尾啊，伊从政方面吼，行政治这条路啊，无讲真顺利，但是人伊去做真侪在建筑吼，啊，算讲建设台湾以后贡献真大，哦，啊，但是最近听讲。哦，伊有想要做一个，已经做娱乐岛啊，听讲可能吼，伫这个啊，刷落去过来这个总统的选举吼，可能也有不缺席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对我伫个因伫个北卡时代，我就捌因啦。哦，迄阵阮做一个叫做北美洲台湾人文艺协会吼，诶，全美国性的，其实是包括加拿大吼，政府美啦，我咧有真侪人。北卡纽约的评论地啦吼，有真侪，即包括北卡，迄阵啊，李应元加靠即郭培宏吼，拢有参加呢。哦，对即个老朋友吼，啊，即嘛安尼，转去台湾吼，啊，拢轰轰烈烈。所以我咧想过去吼，我捌甲大家讲返乡游子的故事吼，转去海外诶，即游子吼。哦，流浪的在游子啊，登去台湾，轰轰烈烈为平民兵啦，哦啊，这个李远哲啦吼，啊个苏明啊，加要暗杀蒋经国的这个吴文雄、丁祖才啊，以及安尼一波一波吼，有诶登去拄着车祸，像种王洪秀吼，登去拄着车祸，啊有诶登去红掠诶关，啊到尾无变立委变啥个安尼，对遮个安尼一波一波吼。啊，行到今仔日台湾的这个情景吼，啊，我是非常的感慨啦吼。最近这几天我看了讲，哦，迄个杜凡说，伫个即摆总统诶选举吼，啊，无要缺席啊。了，我才咧想讲，这个人转去有影，大家拢有做贡献吼。啊，就是讲积少成多啦吼。啊，大家安尼贡献，才有今仔日的台湾。但是难免。伫个登记咧，啊，行这条路的中间，有诶因为路线问题，啊，有诶因为实际吼，诶，即个敢若政治诶利益，咱毋知吼，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因为有一寡冲突啦吼，啊，所以我才咧开始安尼搁咧速算吼，搁咧想讲哦，过去咱迄阵啊，拢无拼成本诶时阵吼，大家偌遮尼啊合作吼，李成功迄阵啊。安尼，东华时代，哦，包括洪基昌，包括真侪在伫台湾受国民党通缉，哦，也要加迄个顺来美国，哦，迄阵啊，我记洪基昌第一摆来洛杉矶的时阵，哦，咱大家甲声援，哦，迄阵阮老母嘛甲献花咧，哦，一个阿婆啊，吼，我记大家顶甲献花讲，基昌你唔免惊，吼，阮台湾做你的后盾，吼，啊，回去，所以有真侪在。即个，让我一步一步感觉讲，哎，那代志变化遐大吼，所以包括讲，我过去找到一本，这唔是真正的，但是这就是了核定版的。1975年吼，郭富城因遐个人，包括讲实际是康宁祥、黄信介啊、甲张俊宏因三个吼，啊甲啊有即个黄华啦、有张金策因遮，大家做伙编一本第一本。诶，东外诶杂志叫做《台湾政论》哦啊，伫海外马上全美国哦，包括欧洲、包括日本，大家拢上映。我会记迄阵康宁祥，佮拜托我甲做即个南加州吼、哦《台湾政论》诶，即个总代理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到底佮推销几本我袂记咧，但是有诶无定诶吼、哦，包括讲哦，即、這个王桂英啦吼、哦，啊，真侪在哦。因拢提钱出来咧斗支持吼，啊，阵是拢无讲特别有著名啦，因为阵大家迄款咧风声鹤唳的时阵吼，啊，拢甲讲阿良，你这提起哦，
坑坑诶，啊，地叫姓界啊，啊，唔免讲我诶名，伊嘛毋是惊死，伊是讲唔免阁特别讲我诶名，有真侪遮诶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迄阵我会记得五期就叫天干啦，五期啊，我拄拄啊，伊嘛无啥好运啊，第五期我嘛有写写一篇哦，我即甲大家证明讲我真正有写，哦，五期哦，我有写一篇叫做《台桥先生》哦，即来。翕会到吼，啊边啊一个阮大人，迄是外省人咧，哦，伊嘛是讲哦，都爱遴选台湾籍的人去做在吼、哦、国台代表，吼、哦、即、這個、国家级的即个民意代表啊吼、哦，啊当然唔是我遐伟大，迄是另外一个人吼，伊、哦、所写的文章，蒋介石挡袂掉，全下令停刊啦，哦所以五期就停刊啦，啊我也真歹运，我拄拄第五期才到过啦。本来佮佮讲叫我第一期都爱投稿，啊，我著办单，迄个，到尾啊，安参展佮投稿讲啊第五期，所以有人讲阿良你这吼扫把星，啊，你投稿了第五期煞变无去，但是即本的影响力吼，拄伫个停刊了后才影响力，迄阵我会记，连伫美国的即个海外学人、外省人哦，哦，包括迄个乌兰大人甚物啊，大家拢有联系吼，按出来。向即个美国的政界、美国的新闻界吼，伫遐咧抗议讲，国民党迄种是蒋介石吼，连即款咧第一本的党外杂志伊也要甲停刊吼，啊，所以停刊了后，才引起真正党外大家吼，才搁较热心，搁较拍拼，唔呐讲无惊过搁较迄落，所以到尾才有即个民进党到尾会成立吼，所以为这個。佫想着讲，咱一步一步才登记，包括最后的这个哦，署名也好吼，署名是即马已经要几百岁吼，诶，这个老大人我介也真好吼，啊，佮这个啊，要暗杀蒋经国的这个黄文雄地主在，即到到尾啊，一步一步吼，本来是安尼逃亡全世界啊，地主在是为澳洲关啊，美国佫登台人佫关安尼，所以一步一步大家即马安尼。一直拢吼，前仆后进吼，啊，但是照今仔日诶，即个情形。不过到底咱今仔日安尼吼，是毋是伫诶即个总统诶选举吼，是毋是会参照哪个讲吼，家己结甲安尼面前买落东倒西歪吼？起码你讲韩国瑜敢有遐穿，大家各方拢真恶讲吼。包括讲，即马郭台铭当时要出手，王金平当时要出手，啊是其他大家要安怎哦？哦，做要，这个夹，哪一个热个吼？即马热个，咱当然是哦，即马都蔡英文总统要选连任吼、哦，啊，徛伫伫个，敢那讲，卖有啥物风险的中间哦。当然，蔡英文唔是绝对唔是 perfect 哦，我本人嘛是爱声明讲，伊唔是 perfect。但是若讲，阁有一个希望，都阁出来要阁迄落阵吼，老实讲，我实在是有淡薄仔烦恼啦吼。但是因为咱是中华人啊吼，咱即马伫海外吼，其实是毋是敢若隔着台湾海峡，咱隔着太平洋遐尼大吼啊？点知咱有咱的盲点，咱嘛毋知吼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今仔日为即个敢若讲啊。李应元甲郭培鸿因最近的这个动作，啊，甲讲，我想着讲，哦，过去咱这个为啊柯信良哦，这个所谓海外做这些人登记古早，伊伫南加州这些人，咱伫遮甲讲做南加州帮这群人吼，啊，登记因为是迄阵啊吼，就是差不多形势不一贯，所以伊登记国家这个哦，台湾的美丽岛，大家。结束的时候，迄阵民进党是美丽岛咧，吼咧带头的吼，啊柯信良做党主席啊，一阵啊安尼风风光光，但是到尾啊，经过过一波吼，啊不到尾啊，一个差不多九零年代渐渐都哦啊变啊，因这本来是陈水扁吼，啊谢长廷甲林郑杰这台北市议员的三杰，到尾啊哦一人拢一直扑头起来，吼、哦。啊！伫个即个台北市长的选举中间，咱嘛讲到谢长廷吼，伊到尾啊，即个初选输的时阵，
伊忍痛哦，讲我哦，那买个个到第二摆要个第二波要个变，啊阿变啊做市长了后，伊嘛感觉讲啊，安尼既然阿变啊就伫咧台北，所以伊啊家己高雄甲伊无啥物恩怨咧，家己安尼去到高雄上北去到上南吼、哦，我记迄摆我人阿个伫咧台湾咧做电视，我嘛专工拆一张机票吼，坐到到我高雄去甲做迄个全时间的采访，啊，甲做专题吼，啊，足侪人，我记我迄飞机，甲一个叫做林瑞图吼，林瑞图坐隔壁哩，吼啊，台北吼几啊十台，因为咱马术，大家拢闹落去高雄去甲支持，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吼，这高雄嘛是为社中庭安尼，佮为国民党的一个手头吼。佫拍电话落来，啊，才为阿局啊，安尼才传落来。所以才安尼点点滴滴啦，才佫互我想到讲，咱即马伫咧即局内底吼，特别是最近咧选总统，大家拢看较足清楚吼，中国参与吼，中国直接间接吼，有形无形的即个影响，包括你毋通想讲迄个网民哦，中国的网民，中国的迄个。哦，渗透伫台湾的即款的影响吼，其实咱大家拢爱相当会注意啦吼。啊，我则想着讲，咱所谓的故乡吼，其实是 from time to time 吼，一个时间一个时间一直在变，一直变吼。迄个变化吼，是咱用我触目惊心啦吼。你会感觉讲，哎呦，古早的台湾都毋是安尼，包括讲。即、这个环境的污染，包括讲人心的即个复杂化，啊，包括讲即个人际关系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呦，咱所捌的故乡，敢是即款的故乡？咱所在的台湾，敢真正是即款的台湾人？啊，所以我会记得古早足早吼，纽约有一对翁仔某，一个先生叫做张富荣。啊，再来叫做杨基基，因伫个美利都时代哦，迄阵啊拄啊，特别是安尼，迄个安尼，美利都拄啊组起来啊，国民党要打压的时阵，开始掠人撞啥安尼，啊，美利都事件迄天吼，因迄阵都创一个叫做台湾之音啦，迄阵啊也无电台，也无电视，也无报纸足少啦吼，所以即张富荣甲杨基基，伊就是创一个电话，互人卡入来免钱的吼。啊，伊就有几啊支线，啊，就三分钟、五分钟，报告台湾党外吼，一定上头一个啊上重要的消息。啊，一个纽约一个摔落去吼，哇，全美国各地吼，包括旧金山地区吼，有一个叫做黄盖山，嘿，我足尊敬的，我安尼记啦吼，我的大哥吼，啊，伊也进去接来讲好，阮遮我若要说一个这個台湾之音，全美国吼如雨后春笋吼，啊。因为是，我去盖山引导吼，有时啊盖山无闲，我就一礼拜一三五伊啊二四六我安尼吼，啊去遐就差不多讲录差不多五分钟的台湾上届压在党外，什么人互掠去，什么运动啊，倒一个乡市啊选举啥遐安尼吼，啊因为做个轰轰烈烈安尼吼，啊所以这台湾之音尾啊吼，影响台湾的政局吼，甲咱甲海外。而且运动者甲这个台湾岛内运动者结合，到尾啊才有即卖台湾。所以五三年基金会吼，到尾啊就出一本遐尼大本吼，将阮迄阵啊全美国各地的台湾之音，迄个录音吼，啊甲翻作台湾的翻作中文吼，出版一本遐尼大本吼，台湾之音啦吼。啊，我也真福气，就是讲五三年基金会甲这个啊张富美啊。唔是啊，即个迄个杨怡怡甲张富荣吼，因也叫我讲，伫迄本册吼，叫我写序啊，哦，啊我写一个序，伫序的结束，我有写一个诗，啊就是甲今仔日我咧讲的，讲台湾变化遐尼紧，有你会感觉讲，这敢会我囡仔时代所发的故乡，敢会我到尾啊，安尼要出国前啊的故乡，其实拢已经变真侪啊。啊，所以我就有写一首诗吼，伫个迄个序内底，我有写一首诗吼，啊，叫做《乡阮一个故乡》吼，这就是讲
兴奋一个故乡。哦，啊，我直接念予大家听，但是还未念以前，我甲大家讲，这个诗写了吼，竟然伫纽约有一个叫做福尔摩沙基金会的理事长吼，哦，一个医生，伊足感动的，所以伊出吼袂少钱啦，我可能卖讲金额吼，请迄阵啊伫个朱莉叶音乐院的迄个音乐博士吼，一个叫做林伟杰，一个作曲家吼，根据我这诗。写一个百人大合唱哦，一百人的大合唱哦，啊由纽约合唱团、华府甲 North Carolina 北卡吼，就是英文甲迄、那个吼，因底下读的这三个所在吼，合唱团做一个百人大合唱，啊，伫个对呢，伫个纽约吼，诶 Lincoln Center 吼，底下盛大演出吼啊。请我登去纽约吼，坐迄个中地排头一位安尼吼，啊，我也感觉真光荣。啊，这个林伟杰吼，啊，拄拄甲我真有渊源。哦，你甲看这是伊的曲，哦，我无多一下现啦吼，做甲真水。我嘛唔知讲这林伟杰是啥人，到尾一打听讲，原来是我读国立艺专音乐科港班的同学，叫做林文野，林文野因囝。哦，迄是台中出名的小提琴家。哦，我想，一工林文也甲我打电话讲，你敢有写一首诗叫做《兴奋一个故乡》？讲有啊。伊讲啊，阮正台语袂晓念，你念无听，电话念无听，伊才会晓甲你作曲安尼吼。所以根据这個，我才甲大家来念这个讲《兴奋一个故乡》吼，来做这个节目的结束啦吼。兴奋一个故乡。古早时代的故乡，溪水清静，真甘甜；树木青青青。暗暝时，花金菇四界飞，天顶满是星。兴奋一个故乡，囡仔时阵的故乡，无高高的围墙，无密密的铁窗。休困的时，厝边隔壁。小少来开讲，囡仔去佚佗。兴奋一个故乡，梦中悠然真水的故乡。我唔知要甲啥人讨，我唔知要叫啥人陪，阮敢若知影。咱这代若无认真打拼，咱的故乡就永远。无希望，所以我用这首诗甲大家来三面的，咱爱，予咱的故乡还原到讲是真正是迄个伊拉福尔摩沙，迄个真正是真美丽的一个宝岛。唔那是环境无污染，唔那是讲溪水真甘甜，啊树木青青青，骨头上人的心，也搁会当参照古早咱。的祖先为福建、为广东、为真侪所在来到台湾，迄阵啊会打拼，迄阵啊会三听三扶持，所以这个节目，安尼伫遮来祝福咱各位大家拢身体健康，啊，祝咱永远的故乡台湾真正是变作古早迄款真水、无污染的故乡，人心。大家拢阿个是真正的淳朴、真淳朴的故乡，多谢。